秦丽，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惊不惊喜？喜，但是不惊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接受韩婷邀请的。晚上下班有空吗？邀请你去看个电影。坐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从德国请回来的顾问秦丽，这是汉行总裁罗平。你好，秦顾问你好。目前罗总手上有在稳步推进的项目，关于人才库的项目，我想交给你们俩一起负责。好，能和季星搭档，我们一定能做得很好的。好，那就辛苦季总和秦顾问了，有需要我支持的随时开口。接下来咱们开始聊一下人才库的推进计划。这是韩总做的计划书，大家看一下。我这儿没有什么问题了，韩总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今天就到这吧，大家辛苦了。韩总，我们这个人才发掘是继星，我前面到一个大学。随便选一张。如果我能把这张牌给你变掉，你就答应我的要求。好。好。走吧，朗厨。走。好。你先走吧。老板，谭玉妮小姐想邀请您共进午餐，她在朗厨餐厅订了包间等您，您去吗？你会魔术吗？啊？这人才库虽然难搞，但我就喜欢搞这种有挑战性的事儿，尤其是和你。那我就期待我们的合作了。这顿饭庆祝我回归汉星，也给你接风洗尘。我一想到我正在国内是和你一块吃的回国的第一顿正餐，我还真觉得有点不太真实。哼，当你被工作淹没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真实了。你看到了吗？那我得多点。刚才楼上的客人是大明星谭雨妮，不知道还跟谁吃饭。是啊，刚才听他电话里说什么韩总，肯定是个大老板。韩总，不会是韩婷吧？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这家餐厅挺有特色的。你等一下。打开看看。哼，你怎么做的？刚才你还没有回答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首映。抱歉，我刚入职汉星，
还有好多工作要做。这工作固然重要，私人生活也得有，不好好玩，哪来的动力工作呢？如果你不讨厌我，和我一起消磨一下你工作之外的时光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会注意劳逸结合的。但是我现在的私人生活还不太想有别人参与。你的拒绝还真是毫不留情啊。是因为韩婷？你现在还喜欢他，不代表以后就放不下他。我和你相处的时间还有很多，我可以和他公平竞争。我觉得我们做朋友挺好的。好，那就先做朋友。先生，女士，打扰一下，先给你们上个菜。喂。韩特助，你跟韩总到了吗？谭小姐，实在抱歉，韩总有个临时的视频会议，不方便赴约了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既然韩总忙的话，那我们下次再约。谢谢唐特助。不客气，韩总让我给您订了个花篮，随后会送到首映礼现场，祝您首映顺利，票房大卖。那谢谢韩总了。嗯，这家店真不错，合你胃口就行，我还怕你回来吃不惯呢。嗯，我之前几次回国吃饭总是踩雷，你这么会点菜，以后吃饭带着我呗，我跟你混呗。哼，套路挺深啊你。哎呦，套路再深不也是被你看破了吗？韩总，谢谢你的话，晚点的首映礼有空一定要来哦。